哎，我即马吼有问必答，嗯，那别人咧问，我熟识咧问，哦，我拢讲，哎，懂咯，我唔知，啊，我若是熟识咧问吼，我是实话实说的，我是有问必答啦，吼，啊，我有甲讲，因为吼，我即马了解，哎，这个看看起拢感觉差不多，啊，是安尼吗？其实咱若徛做伙吼，咱讲，啊，是真难，啊，若是差哈侪，那我就看无诶，啊，啊，我。真正今仔日吼，你是讲距离的关系吗？没有，我较早感觉看有，哦，今仔日是因为落雨，视线较歹，对，啊是讲诶，久无看，印象未清楚，所以讲哦，我是肯定毋是今日卡数较悬，啊，毋是毋是毋是，我即马解答诶是人客问题，哦哦哦哦，互人客要求，叫我来想着，我你卡数你诶，情歌，毋是啦。就恁爱唱歌啦，你会通唱。哈哈哈！啊，因为我讲，因为咱人若有迄落咧不准压榨的时阵，运动唱歌很好。啊，对，嗯，所以讲我感觉啦，做这道好好安尼。是呀，有冇有一个转换的空间？哎，对啊。啊，今嘛我就是回答伊的问题。哎，对，来，看到讲到到，我怕什么未到遐，我会去接啦。你跟你打岔。没有啦，今嘛我弟哥咧讲啦。哦。我感觉伊应该甲你谈话停。咩事？伊当作讲你开 C 三百。无啦，我不过讲是一开土塔跑车，哎哎，是做好成嘞。有当时我来讲解释，人讲你来讲讲啊这，我讲啊你是咧冒片看人来啊，同款车班嘞，啊，足侪人咧开，你自己好入座嘛。对啊，啊为什么我讲你讲讲无讲？啊，不过可是吼，伊一讲了，我就会得看，因为人都够瘦。对，啊舞台卡看到起来，迄个斜角有无？耶，四百五度角。无，165变185个。看起来会差不多啊，对啊，但是我捌拄着朋友有无？他有170，伊甲我讲，其实以170来讲，160到150变贵。你讲嘛，170的视野看出去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伊讲，伊我大概有讲啊，我跟你在一起穿平底鞋很吃亏呢。没有，他说这个是最萌的身高差啊，对哦。啊，然后我那出去赶快出去踅街嘛。我讲啊，你即马看我什么感觉？伊甲我讲无差，170来讲160到150变贵。哦。所以视线的感觉嘛。啊，所以我即马才了解到，阮弟哥咧看嘛，伊甲你当作含伟霆，哎，伟霆至少有168嘛，但他高我一点，啊，你大概163嘛。对。啊伊，啊唔过我头到注意甲看，唔是因乌白讲。底下看来真的差不多啊，真的。啊，因为你们两个又够瘦，也有啊，我们啊，可是你跟我讲的就是，咱起码我起码搜索引擎有的，你出来的量不一样。刚好啊，哎，搞不懂是开 C300那个，我啊不一样不一样，开跑车呀，哎，讲开跑跑车吼，我个人的了解，个人的感觉，脚头我爱有够用。哎，你这不好上下车，我跟你讲。真正你若无毋是来，伊讲你听我讲，你若坐面路的，坐 VN 的上下自如。咱就是咧唔捌坐过，好在嘛，有对不对？哎呀，吹拢白白的呢，是还阁食三兄呢。哎呀，行情偌好诶！人请诶，人请诶。主要是行情袂歹啊。阿公哦，那是抛车的对啦，出来那个帅度有差。这不是身高的问题哦。你哪这会出来？你哪开抛车的对啦？不管你行165还是185。脚甲下出来，向要爬起来，迄个有无？如果是安尼锁起来，好粗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讲脚出来，即个若无气势，后壁拢气得了。没有，脚出来迄个还好。真的吗？脚出来迄个是啥人知影呢？哦，是脚出来向要爬起来，迄个就是那个 moment。那个真的不好上下车。我讲啊，说话唔捌看过你上下车是怎样上下车啦？我嘛唔知你喊你阿妈上下车，我唔知啊。我只是我个人看过。阮家己的啦，还真正第一把交椅，真的哦，新冠182，好快感，没有，他这样子有无？靠够长嘛，出来你后起来立马，心情停，笑后加点，你得马上回正，你讲还有，对，安尼平衡真好，没有，脚头我有够力，而且安尼落来你后个当直接不行，我无多呢，他没有办法。咱普通是咪安尼出来，安尼起来，你后跳一个门关起来才行。我刚刚开门都有障碍，那门都挡的，因为两门跑车那个重量都在门上面，门都挡的。啊，不过之前人要甲我载，
开跑车买安怪停车，而且对吗？我说妈，这跑车两门的会晕呐、啊？不会啦，会两门的会晕呐、啊？真的吗？两门的会晕，是安尼吗？系啊系啊系啊，我含坐前座轮都会晕啊。前座轮肯定是太太小吧？没有，跟我跑的太硬啊。就是会晕，所以我感觉哦，出来那个角色，我是跟弟哥啊讲的，伊的四三百跟恁那无同，所以伊了唔对人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小姐了亏了啦。哦，我再起来问你啦，来咱实地操作安尼就知影。哎呐，没有啦，哎呐，差午餐。啊，不过你安尼那上那个门就足艰苦的呀。啊，你出来那个。我跟你说，一开始佮不适应的门，啊，袂使好，佮回转来，佮夹落。哦，回转来啊，我看卖够脱骨哩。无好啦。是好，刚才讲小可手这个小重嘞，对啊，因为门伤重啊，所以它会比房车更重，对，因为它的重量都在这上面。哦，一杠两等啊，房车全系的，平均嘛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哦，我真的会怕晕，哦、所以呢，处理拢我拢处理拢是顶人嘛。哦有跑车，有房车，有修理车嘛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要算的时候，我也算房车。我跟你说，因为解决冰箱的问题，不是想让我们算房车，你好在跑车我会晕嘛，哎呀。修理车太高，很稠嘛，再来双房车嘛。哎呦，你晕车这个问题，最好解决了啊！你去坐驾驶座就好啊。压力太大，是你压力太大，是乘客压力太大。我个人压力太大，我不是怕我安怎，我是怕边个人安怎。哎呐，啊，所以我才会特别的问你，你安尼适应了后，感觉啥款？适应了，就是适应了就还好。哎呀，阿丢，阿丢，阿丢，你去加面的是修理车嘛？是不是？啊我嘞？赛车，赛车，赛车，赛车在干坐一个。无啦，赛车我能来伊咯，跑伊个是跑跑卡丁车在坐一个，听无？有啦，有坐两个人的啦。我是讲哪有熟悉，我当先试者。啊，你先试下看嘛。啊，你出去含别人做伙时，较袂闹亏。哦，累积经验值啊。我人生设计无是本人，会当当家己的人面头前闹亏，设计无熟悉人面头上闹菜安尼啦吼。啊，即马听你安尼讲，我要怎讲爱练习一下啊？要练习啊，哎，顾无坐啊。你上下车都觉得不太一样，因为我都买安全牌。哦。打被红仔，我拢叫嘛，啊，我拢叫房车啦，叫房车很舒心嘛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起嚟很自然嘛，系啊系啊，系啊，所以讲到这问题，我唔知爱想乜嘢，哎，今时，小米车太高，脚太高，我小米车今天上班的，落车都危险，我碰到，脚太高啦，所以，等一下马车过来，没有，因为我个人比较爱三五秒，车提前刚五分钟知影啦，啊，所以我唔知问者，那会使我连到咧爱叫阮兜先试者者，是啦是啦，小米试一个啦。无用，你回来，我都甲伊用啊。啊，别人讲话无准绳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即个重点就是教你嘛。啊，我即个是讲结果啊，讲哦，无同款认着人啊，认着人，我认着人啊。系啊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哎，我都偌无用的呢。我指定好几次都不一定会有。哦，看到咱多多心情计偌好个，真的吗？哎，不是，因为咱人咧做伙就是安尼，应该是磁场相吸，也频道差不多迄种。因为很久没有看到一见如故，感觉就很好。对啊，啊，不过上甘讲哦，迄个代志较无用。嗯，我有吗？没有，你的代志较无用，你要分配很多事情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不一定会有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讲咧，我这算讲青梅尿拄着细尿气，我讲。三个种嘛，一个哭，拜托三届了，拜托无第四届嘛，拜托有啊，对不对？终于今天见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，然后啦，啊，所以讲伊个认得人，我得爱家特别细腻，就好出世。无因为一直误会下去的，对吧？系啦呀，啊，咱人爱人就是安尼，我爱无爱互误会。哦，对啦。你敢骂，你敢扯干条拢无要紧。哦。实在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清白，就是清白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就是我。啊，对对对对。系啦，你若敢认错别人哦，你去敢学了我嘛袂爽。啊，对啦。我就是我，你敢扯干条无要紧，我就是我。嗯。哎，然后说我爱睡脸颊，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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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哦。现在看起来怎样？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可以下底看起来较端庄啦。啊无，你搁。我都来下底看，你搁想我搁来下底看看有无同无？你搁继续想，啊我都来下底看，啊若同款我就甲你讲，夫妇嘞准无算，查拄啊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，拢假讲的。啊你继续想，我都来下底看，好来好来继续安排，想歹去。该有的场面我也会处理哦，水哦。
人讲感情的路莫乱用，一日三四点咯，因为有爸母嘛无较早，七点思念思念你，我的天啊地地地，你来来看我的手好无？哪里念啊念地地，我每啊每一天，哪会无时才会等？哎呦，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是春风对面吹。看着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是你妈妈妈你。望你来找我，我的一生也无你来看，只有你上适合。咱两人的未来彼此念，只要思念思念你，我爱你啊，你你你，你来到我的手好无？家你念啊念你你，我陪啊陪着你，然后我是才会当相拥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来自于一起来，春风对你吹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是你妈妈，我因爱啊啊啊啊，我因爱啊啊啊啊啊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是春风对你吹。看到你心。回归那是你妈妈，我一啊啊啊啊啊，我一啊啊啊啊啊。你在瞄他的身材哦，谢谢，大够巧，感谢好评，你送哦，很好处呢，我安排不。